哎呀，帮我出主意，争取让阿平早日嫁给我。今天爸爸的身份没有当上，就要当爷爷了。我发现啊，你那个行李箱好像都是给我们装吃的，那你都没有带衣服吗？就带了一件。只带了一件衣服，就是两件轮流穿。对。要不然我去给你买几件衣服。我自己买就好了，怎么好让你给我买啊？我给你买也没啥事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巴结一下，哪天发财的时候记得带我们阿伟一下哦，是吧？我自己买就好了。我都两年没买衣服了，两年没买，这衣服也是去年买的。上次粉丝一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"坏哥，你这个衣服是去年买的？"我两年没买衣服了。大哥现在这么节约啊？要多赚点钱，省点钱，讨老婆。老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对呀、啊，去买一个短袖啊。走吧。走。这边还这么多人呢、啊。现在人好像多，晚一点人更多，还有的人没有下班。有点小、啊，对不对？感觉有点小、啊。还好吧，小是不小，刚刚好。有点小、啊。这怎么样？小不小？不比刚才那件还要小。对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这件比刚才那会好一点。哦，比刚才那个长哦。我去找那190的找几件看一下哈、哦。好好好。个子比较大，所以买衣服不好买。不好看，我感觉看着适合白的，就那件白的吧。香油，我们家凉拌菜，哎呦，少不了这玩意儿了，这是我家都没有了，去我妈那里拿的库存，真的香哇，这个味道。凉拌菜。对呀、啊，又去我妈那边装的，到时候回去了再带一大桶过来，那一小瓶都不够我用，包个饺子我有时候我都用好多去了，啊，妹妹来闻一下这个味道，好香，香好香啊。我也觉得好香，真的好香。这是枸杞叶啊。你看我从这里尝试一下，我确认你们跳到哪。我不知道，你看一下。我看那个鞋子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哇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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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穿的拖鞋比较滑啊，比较滑。你起码也跳这么多。是啊，挺厉害的啊。我侄女很棒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慢点跑，妹妹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跟大宝一块玩？我喜欢，我喜欢买东西。喜欢买东西？哇，你喜欢跟我一块买东西是不是？我就喜欢买东西。你开心就好啊，你开心大宝就开心啊。这厦门的中关村晚上人还是蛮多的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啊。你来选，大宝来买单啊。乐得很，哇，开心得很。来喷我一下来，有风。哇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走了，回去了，慢点啊。衣服被我开心了。今天还好买件衣服，不然的话家人都说我的衣服一直没换，穿了将近两年了。现在得值完播了，去洗一下，明天好穿。哎呀，大哥还是很勤劳的啊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干嘛的，不错。没办法，身边没有个老婆在后面照顾着，只有什么事都要自己干。那你还不赶紧把你阿平叫过来？他主要是在上班忙。刚才和弟妹和弟弟聊天，聊老妈身体一直不好，脑梗都4次。上次我和他在医院看病的时候，医生也都说老妈这个身体都4次了，还很严重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我一直在广东的话，老妈也会照顾不住。我爸也是天天上班，也没有时间，比较忙。加上我弟还有弟妹，家里面还有两个小孩这边。如果是回老家的话，这两个小孩没人管，还要上学。就像我弟妹说我一样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，还是怎么样了？阿平迟迟然后没有嫁给我，到底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大家帮我出主意。争取让阿平早日嫁给我。其实我真的很着急的。其实我也今年也40多岁了，再过几年就50岁了。大家看我头发哈，比较黑，比毛蛋的黑，是不是？其实我都染了，头发也基本上快白完了。我很着急，我也想争取今年把阿平娶回家。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，其实再过几个月，我的身份，虽然爸爸的身份没有当上，
就要当爷爷了。哎，惭愧。